中央进前来公布着各种高中九强计这个停课的办法，坐伫个确诊者九强计座位的学生歇三天的防疫假，结果引发着争议了。刘伟是来质疑着教育部这种九强计抗疫法无符合着实际。教育部长潘文忠来回讲，学校要安怎来停课，都交各学校的校长家己来决定。读高中的小明，全班有30位学生，有一天小明上课，发现全班只有1个，请问小明的班上少有几位同学确诊？这恐惊是全台湾各种高中的数学必考题，老师家长拢解不出来。现在立委要问教育部长潘文忠，一个班上一位同学确诊，九宫格剩4个学生来上课，你认为这意义是什么？教育部指引各中高中仅空列座位九强计学生停课放三天的防疫假，敢会爱来无来，无应该来的拢来呀？部长，你在想，你在国高中的时候，你的死党可能都不是坐在你旁边的，你跟死党其实应该会混在一起，而不是跟旁边的人和在一起哈。九宫格的这个框列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，这个我们现在在防疫上的策略比较一致，因为这对防疫没有任何的帮助。哪一个国中生、高中生，他就只有跟这九个人去做密切的往来，那他下课去打球呢？他的骂街的朋友在隔壁班的呢？但不是说唯一啦，还赋予弹性，就是说，发现他那一天脱口罩的时间是跟他什么好朋友，这个就应该通啊，这个也会成为学生啊，他可以来请防疫假啊的这样的做法。教育部长潘文忠赶紧解释，九强计不是干那会使有九个，会让学校保留存九的空间，规定拢会当各条件。不能在一个原则之下，让授权给各校的校长来做决定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校长决定停课的方式，台北市嘛特别追加，若是较真个学生无挂嘴暗15分钟以上，全班停课，线顶上课。谁拢无希望变故，干那唔望日子会当平安好好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